曾经看过好声音，对不对、嗯、因为你今天选的这首歌，因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哈林老师还特别哭了，对不对、嗯、那你今天唱这首歌，你有想到要感动我们的老师吗？我会努力，对，就是因为唱这首歌的选手是一个台湾的视障歌手，然后他那时候唱到老就是评审老师哭嘛，然后我希望我也可以表现的就是很好，让评审老师感动。好，对，是一首邓丽君的歌，敬请期待。无言独上西楼，月如钩，寂寞我是选给那个心仪，因为我觉得她的声音这一首歌有表现她的清澈度跟亮度，然后而且就是在看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，我觉得她的眼神有越来越散发那种小美女的感觉，然后爸爸跟着一起唱的画面，不晓得为什么我觉得好感动哦。谢谢老师，目前的战况是2分。